是干嘛呢？你让开！你干嘛？误会吧你？误会你闹事！大师兄，我喜欢你，你感受得到吗？这个秘密藏在我心里这么多年，多想有一天你能明白。星星，难道你也喜欢我？双向暗恋，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。又是你！哎，人在这儿呢，快快快，堵着他！哎，这次可跑不掉了。别逼我们硬来啊！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哎，你今天肯定逃不掉的。哎，闪开，别碍事。我的书。别想跑！哎，快快跟我们走吧。打听广州也管不了了，今天必须抓你回去。光天化日强行抓人，难道是黑恶势力？看我不收拾你们！姑娘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让开！你干嘛？误会吧你？误会你闹事！小心！全社会暂时取消，请大家有序离场，不要慌乱啊！不可能，取消了，取消了！主任，对不起啊。好不容易坐飞机来了，什么时候才能下机？你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回去解决，非得在这里捣乱？不好意思啊。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？主任，哎，主任，哎，小姐。主任，小心！刘小姐了，雪，雪，哎，主任，走，顾总的病难道好了？顾总，你怎么？哎，孙玉，哦、啊。